我是刚刚列车长，在2009年7月28号，瑞芳站，9:13，速派车是4022次，仅有延行告诉奥行的，用8033804，为下号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东行行号。瑞芳站是进行号的4022次，将沿线靠苏澳新的超值为下号区间快车，8134为下号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停靠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。开启车门，4022次将沿线靠苏澳新的超优质微笑号区间快车，8134微笑号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停靠。谢谢各位观看，拜拜。